手呢有意识地要撑开，好像顺着到后面以后有一个撕裂的感觉，有一个分裂的感觉。所以咱们的右手啊，应该贴到身体里面。为什么贴到身体里面？当对方拿着我的手的时候，我一翻，不用推。你越在外面，越阻力大，哎，拒绝它就产生了阻力。越往自己身上带，越进去越远。所以咱们这个手呢，手可以呢，一上一下。这个手在哪里？在肘关节。好，这是一个手规定的。好。